面前这些不起眼的池塘里，生活着一种特殊的动物，它们是传统中医很重要的药材，价格昂贵。这些池塘每个面积都有300平方米，水深1.5米，四面规整。在吉林省安图县永胜村的山沟里，像这样大小的池塘有30多个，每年可以为全村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这些池塘和山沟有一个共同的主人，沟长袁清波。安图县的林地面积有6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拥有大大小小的沟系96条，每条山沟都有自己的主人，名为沟长。袁清波就是其中之一。承包下山沟之后，袁清波带领村民办起了林蛙养殖场。眼前这并不起眼的池塘，就是养殖场的一角。林蛙是一种广泛用于养生保健医疗的珍贵物种，长白山亚种林蛙是长白山脉独有的一种蛙类，在所有林蛙中最具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林蛙油养阴润肺，生津补虚，素有绿色软黄金的美称，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食用历史，清朝时期更是成为八珍之首的上等宫廷贡品。我们跟随袁清波来到了林蛙养殖场，想亲眼看一下林蛙的神奇之处，并了解袁清波是怎么利用这些普普通通的池塘带领村民一起过上好日子的。这个池子是干什么用的？这是咱那个越冬池。越冬池？对。是什么意思呢？冬天这个林蛙那个在那休眠的，冬眠。哦，冬眠在这儿冬眠。还人工挖的，开春以后搁里孵化，孵化以后搁里边小蝌蚪搁里边养，啊那个长那个蝌蚪长出四条腿以后，我们再人工再投放到更远的山里边去。它不能自己。其实真正的林蛙并不能实现人工养殖，它的活动范围要，所谓养林蛙只是给林蛙提供产卵孵化以及越冬的便利条件。青蛙在里面一般都藏在什么地方？在水底。水底？深到水底，就水下边。对，一般都聚在一起的，温度高嘛，也冬天也暖和，它还而且还喜欢静，不喜欢动的地方。冬天它就是只要越冬以后它就不动弹了，全部休眠的状态。对，像这样一个池子，一般冬天的时候大概能有多少这个林蛙呀？这个林蛙在这个池里有2000多斤左右吧。2000多斤，大概多少只呢？1斤在15只左右。3万多只。算起来，一个面积300平方米的越冬池，能够容纳大概3万只林蛙，池子一年的收入就有8万元左右。我们到来的季节，林蛙还没有下水冬眠。一年净收入8万元的越冬池，现在还只是个空空的池子，并没有林蛙。袁清波告诉记者，林蛙还在山上，过些日子他们会随着雨水陆续下山入池。门不用锁。第二天凌晨5点钟，天还没有亮，袁清波就从家里出发了。天气转凉，林蛙通常会借着下雨、草地比较湿润的时候下山。这段时间山里一直没有下雨，袁清波心里有些担忧。早晨露水大，说不定已有林蛙趁着露水在下山途中。过了1个小时，我们才刚刚越过山头，行走到草甸区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我们还没有看到林蛙的蛛丝马迹，却先遇上了一个令记者惊慌失措的林中怪物。怎么回事？这个，这什么呀？这是我是踩到什么了？这个这叫马粪包。马粪包？这刚才喷那个黄色的烟是毒气吗？不是，它就成熟以后它那个包子粉。没毒是吧？这是附近这些都是吗？对对对。
都是哈。这是成熟了，这是没成熟。哦，那我先给大伙儿看这个啊，看我这个刚才踩了一脚，这是两个对吧？对。这乍一看上去特别像蘑菇，但是我刚才一踩以后，它就冒了一股黄色的烟，就是这东西很常见吗？这个？对对，它这个。马粪包因外皮轻薄，撕开后会有黄绿色的粉末，形似干马粪而得名，是长白山地区很常见的一种菌类中药。因为像水开了冒烟那种感觉哈，啊，没什么味儿哈。对，它有点止，可以止血作用。有止血作用。可以止血作用，也是一种止血药材，这是咱那个土办法。嗯，老百姓拿着啊，手割坏了，也是拿它止血用。那它为什么叫马粪包？一般生长在地下的枯枝落叶层中，喜爱温湿环境，林下湿度大，容易滋生各种昆虫和幼小动物，也是林蛙喜爱的觅食场所。看来林蛙的大本营距离不远了。经过有惊无险的马粪包突袭之后，我们来到了一条可能会有林蛙的小溪流旁边。哎，你慢点啊。好。这个林蛙一般都躲在什么地儿？因为它到秋天了，它需要到河里边越冬去。那个这河里肯定要有，小飞你自己找找看看。我自己找。啊、对你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林蛙，先让你自己去找一找。那我这就探索一下嘛，是吗？有没有？经过一番找寻，记者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候，袁清波提示，一只林蛙就在眼前，蹲在树桩上面，你好好看看。这没有啊，这个。那边的树桩的哈。哪边？那个树桩上面不有一只吗？没有啊。是这个吗？对对对。那它现在为什么就乖乖的在这儿不动了呢？你看，它现在不是活跃期嘛，这天冷了嘛，就它那个活动量要少。这怎么抓呀？这个？就搞手直接拿就可以了。用手、哎、不咬人，我有点不太敢呀。我替你抓。嘿，哎，跑了，哪儿去了？别动，跑到那底下了。嘿，糟糕，好不容易看到一只没了。它身上颜色要比较隐蔽嘛，自卫嘛。就是自我保护。对，它的颜色跟这个河里还有石头、树叶都是混合在一起，伪装的比较严实嘛。沿着溪流继续往上走，袁清波在河水拐弯处的一个树干旁边停了下来。在哪儿？给我看！快！这抓哪儿啊？这个抓哪个块都行。太不容易了，抓到一只。这里还有一个。还有啊。对。您抓那个比较大哈。对。这是三年的。嗯。这也就四年。抓哪儿？抓着腿可以。你就使劲抓它，它不咬人。它这个，你看伸腿够我呢。对，你这么抓的可以、啊。这样行吗？对。这个长白山这个林蛙，它的背部有一个斑点，黑色斑点有几个，有的呈人字状，有的是呈点状，这是很鲜明的特点。哦，而且我觉得这个蛙哈，它这个背面的颜色其实属于是有点那种就是土绿色。这个因为啥呢？它这个随着气温下降，它逐渐变。现在气温有点稍微冷，就是有点淡黄色，跟咱这个秋天那个颜色搭配。嗯，如果再冷的话，它的颜色还淡。随着这个季节慢慢。为了接近猎物和逃避天敌的侵害，林蛙的皮肤颜色会随外界环境颜色的变化而改变。那个好像跟我拿的也不太一样啊。对呀、啊，这是五年的。嗯。你这三年的。嗯，就它比这个大两岁。抓着以后还要放养，继续放养。嗯。明年才能抓上来。这么大可以直接。为了保持山里的生态平衡，对于不足年的林蛙，袁清波会选择放回山里继续放养。野外自然条件下，林蛙产卵孵化的成活率不足20%。通过给林蛙提供越冬池，在产卵孵化期进行一定的人工保护和干预，袁清波的养殖场现在的林蛙成活率可以达到80%。山林里有很多大小河流和林蛙喜爱的食物，
依照林蛙夏季上山觅食的天性，等到幼蛙成型之后，袁庆波再将它们放归山林。安图县是典型的山区县，长白山主峰就在县境内，广袤的密林孕育了丰富的物种资源。除了林蛙，林中还出产被誉为东北三宝之一的鹿茸。鹿茸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可以有效降低血压，增强身体免疫力。市场上一斤极品鹿茸的价格可高达1500元。能够长出最好的鹿茸的梅花鹿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在当地，袁庆波是公认的养殖高手。他不仅在山沟中养林蛙，还借助山沟的自然条件养起了梅花鹿，并且他养的梅花鹿所产的鹿茸质量都很高。据说这得益于独特的养殖方法。那梅花鹿都在哪儿呢？在圈养里边。在这里面是吧？就在记者准备近距离接触梅花鹿的时候，却被要求必须换件衣服才能进去。对，这个鲜艳的颜色它那个敏感度比较强嘛。哦，就比较害怕。对对对。记者换上了暗绿色的衣服之后，跟随袁庆波一同进到圈中。在哪儿呢？哇，看见了，在里面呢，你看，好多，可以进去吗？梅花鹿是一种珍贵的药用动物，仅《本草纲目》记载能够入药的鹿产品就达17种之多。袁庆波养鹿与其他人不一样，他的鹿一年中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鹿场，而是在山上自由觅食。到了秋天，梅花鹿才从山上下来，在鹿场过冬。更近一点，稍微悄悄的，悄悄的。这里还有个槽啊。对，这是喂饲料，精饲料的。嗯，这装的是玉米秸秆。对。这他喜欢吃这个吗？他喜欢吃这个。嗯。这现在是他主要喂饲料，现在是。糟了糟了糟了！他们怎么忽然间就全都跑到那边去了？出警察以后，他说那个警觉性特别高嘛，他这个。梅花鹿性情警觉，胆小易惊，因为陌生人的突然到访，梅花鹿群受到惊吓，全都跑进了另一个圈中，十分警惕地防备着我们。梅花鹿的野性很大，几年前因为林子里一次莫名的巨大响声，受到惊吓的梅花鹿群跳出了围墙，不停地用头撞击铁栅栏，把鹿场的铁栅栏都撞出了大窟窿。起初还一直在门口徘徊的鹿群，突然又一股脑全跑进了山里。眼看鹿群跑远了，袁庆波却并不着急。据说他养梅花鹿的秘诀就藏在这片山林中。这时节，梅花鹿大多喜欢到山上觅食，因为这段时间林子里会生长出一种对梅花鹿很有吸引力的食物。我们决定跟随袁庆波上山去看看。觉着这个草确实是不多哈。对，到秋天了嘛，草不再生长了，吃一个少一个，吃一点少一点，就是。嗯。你看开春，一边吃就往上往上长，现在秋天已经不长了。梅花鹿主食草类，草根、苔藓、树叶以及一些小植物的果实，都是它们的所爱。长白山地区的植被种类非常丰富，在针阔叶混交林中，生长着落叶松、桦树、榆树等多种树木。每年入秋之后，草木逐渐枯萎，树叶凋落，厚厚的落叶下会生长出梅花鹿极爱吃的一种蘑菇。这个对，哎，这是蘑菇吗？这个就是咱所谓的说原蘑，这个可以采摘了。嗯，那一摘掉就可以了。这个这样，从下边对，嗯，往上一抬，使劲。哎，另外现在这个，哇，采下来了。安图县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在茂密的森林中，还有着丰富的林下资源，各类野生植物资源有2340余种。平时放养在林中的梅花鹿，有着充足的食物来源。什么样的环境才能长这种蘑菇？
这个它对这个环境要求很高，特别是温度和湿度，这还有这个自然大自然没被破坏，如果破坏的话，它这个水分保持不了，这个湿度保持不了，它根本就这个它的菌丝也不太不发酵，它也结不出来蘑。这个杜蘑正好。圆蘑也叫杜蘑，是长白山的一种野生蘑菇，秋冬交际之时，一般生长在落叶乔木的腹根处。杜蘑肉质细腻，柔嫩鲜美。营养成分是一般蔬菜的十几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糖类等营养成分，是梅花鹿在秋天最好的进补品。因为经常食用这些野生菌菇，加上梅花鹿平时是完全放养在林中，更接近野生梅花鹿的生活习性，所以袁清波的鹿场出产的鹿茸品质都很好，一个鹿场每年可以为村民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继续往林中走了20分钟之后，我们终于有了发现。从那从这嘎走。你怎么知道从这边走就能找到？看那脚印吗？哪有脚印啊？这个。但我觉得人走完。经常与鹿打交道的袁清波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一眼就认出了林地上落叶掩埋下很难辨认的脚印。这种的蹄印，你看啊，这个对，这很明显吧？啊，两半的。对对对。它这是分成两半的，中间高，两边低。对对，它脚印吗？啊，也不是很大哈，你看大概就是到我食指这个地方。小鹿。哦。哎，什么声音？是梅花鹿跑的声音吗？对对对。大伙儿听到了吗？在哪边？哦，在那边是吧？确认梅花鹿就在附近之后，大家都更加小心翼翼地前行。鹿在哪儿啊？前面。在那山坡上面是吗？哇，咱们得这么小心翼翼的吗？脚步声轻点，要声音大的话，把它惊动它就跑了，咱们追不上它了。哦，跑非常快。我们现在已经沿着山爬了那个大半个山坡了。哎呀，蛇。哦，真的是，注意点啊！这山里还有蛇呢。我们这边叫鞭哨子，这边是蛇，对对对。一般在山里，您要是遇到这种蛇，一般会怎么办呀？叫不踹它，不抓它，它不咬人，它不主动攻击人。哦，就现在相当于是我们来到了它的领地了，对对对，是吧？侵犯它领地了。哦。蛇在这片林区很常见，上山的村民经常遇到。平时在林中遇到蛇，袁清波也都将它们放生，因为山林自有山林完整的生物链，依托山林生活的村民始终坚守着这个信念，不对山林的一切强加干涉。因为刚才的一阵慌乱和嘈杂声，梅花鹿群又不见了踪影，袁清波告诉记者只能等上几天，等这群梅花鹿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再慢慢引他们下山，等到来年开春，这些梅花鹿又可以为鹿场带来丰厚的收入。山林是大自然的馈赠，永胜村的村民不仅受益于梅花鹿和林蛙养殖，他们还能够从林中收获另外一种甜蜜的事业。花叔在家吗？我在家了，来了。这天袁清波带着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到了养蜂人王雪丽家。屋里就能收获，我能收获。我是从杂志上看到你办的班，我是今天过来的，你看确实好，那想我自己掌握技术吧。张春福是从200公里之外的抚松县赶来的，他特意来王雪丽家拜师学艺，并提前预定明年要买的蜂种。如果是没我蜂或者到我家来的，我就实打实的把我所会的东西我都教给你，都告诉你。学学养蜂行，你像咱这都是林区，长白山吧，蜜源近，蜜源脾气好，产量肯定是要高高得多。没事，有王会长教，赶紧上家去看看。69岁的王雪丽是安图县远近闻名的养蜂大王，他从18岁开始养蜂，靠着这门手艺，不仅养大了4个孩子，还免费教会了很多徒弟。凭借多年的养蜂经验，王雪丽被推选为安图县养蜂协会会长。王雪丽养蜂不仅可以让蜜蜂顺利过冬，每年秋天还能把家里的50箱蜂
繁殖出100箱的蜜蜂来，所以每年都有很多人来他家买蜂。与我们通常见到的追赶花期不断迁徙的养蜂人不同，王雪莉养蜂并不用带着蜂箱四处奔波，她的蜂箱一年四季都安放在自家的后院，每年秋天新繁殖出来的蜜蜂就安置在村头的这块空地上，也并不移动，50年来一直如此，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看这外面这个地方有个板儿，这是干什么用的？这是接蜂板儿，在这个淋雨期的时候吧，蜂子回来呢，装着蜜的很多很重，嗯，它往这个上边落的时候呢很困难，嗯，要如果来以后累着过去落到地下呢再飞呢就费劲，否则就钻到箱底了，这样呢它到这地方累了落下来以后休息一下，就爬。每个蜂箱下面放着的木板是王雪莉特意为蜜蜂做的降落台，由于蜂箱门开得很小，采蜜回来的蜜蜂身体笨重，借助降落台可以很容易飞进蜂箱里。安图县林业资源丰富，其中优质的蜜源植物就有400多种，集中在每年的7、8月份开花，养蜂人都要抓紧这短短2个月的时间让蜜蜂多采蜜。王雪莉养的蜂每天早早就出门干活了，出来干活那是出勤，像咱人不出勤吗？那怎么就放在这空地上，放在这儿它就容易出勤，放在树底下就不容易出勤呢？那你往前看是很开阔的，嗯，你要如果前面要是离10米、8米都是大树，出勤就一个飞行也有障碍，再就是阳光遮着呢，出勤率呢也要低。原来蜜蜂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王雪莉依照太阳升起的方向，不断地调整蜂箱门的朝向，这保证了蜜蜂较高的出勤率。在采蜜期，它总能收获最多的蜂蜜。嗯，你门朝东，太阳就出来的快。嗯，你要门朝西，下午就能照着。嗯，但是呢，这下午这就西晒日头了，它并不好。那门呢，必须得偏东或者东南，这是最好的养蜂来说。这时原本很安静的蜂场中，一个蜂箱里的蜜蜂突然全都活跃了起来，一直围着蜂箱打转。为什么这里这么多蜜蜂啊？这前蜂在试飞。试飞是什么意思？试飞就是幼蜂，厨房的幼蜂没出去飞翔过，现在出来了飞一飞，就是熟悉周围的环境，完了印着它这个家，再出去回来不至于迷巢，不至于钻到别人家去。在王雪莉家的房前屋后都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花，村子里也处处是盛开的鲜花，蜜蜂飞出蜂箱不远就可以采集到花蜜。安图的森林覆盖率高，植被茂密，村子里的养蜂人就生活在一个天然优质大蜜库里。原来王雪莉50年的养蜂经验不断积累下来的秘诀就是靠山吃山，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用心经营和揣摩，不用走出家门就能收获财富。永胜村四面环山，这里的山林是梅花鹿自由奔跑的天地，这里的池塘是林蛙冬眠的最佳场所。在袁清波的带领下，现在的永胜村人不仅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养殖林蛙和梅花鹿，还发展其他的生态养殖产业，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自然的馈赠，永胜村人的生活是越过越红火。